好的，大家玩，大家玩，我是 Master Xu，然后这次进行的是第八次的小大力士手三圣冈地铁的游戏录制呢。现在是下午的3:25，那我要开始这次游戏录制了。然后上次通过上次之前的游戏方式，可以看到我已经把那个海棠会，把那个什么《喋血街头二》已经录制完成了。然后这款游戏的话，应该也会比较久一点。这款游戏跟那个《小恶霸龙》里的话，这两款都是属于 Rock Game 的游戏啊，所以他们的剧情都是比较长一点。哎，三单呢也是比较自由一点啊，我就可以比较耍白烂一点。那恶霸龙里的话，应该也是差不多要到尾声了。那这款游戏的话，就可能还会再录更久一点点吧。看，哇，肌肉男，看他的头，哇，他的头超帅的，是什么呢？主角，这是佐藤的主角，哇，超帅有没有？好了，上次玩到哪边？我玩的呀，玩到那个什么海滩舞会嘛。刚刚那边有显示，就是好像我去参加别人的舞会，然后就把别的车子偷走了，偷了别人的音响车。大家看一下任务哈，你看一下，Hello，现在任务只有 OG 跟那个就 OG 而已。好吧，我们去找 OG，有点远啊，算了，然后看看我车库好像还蛮不错的，好，开警察车好了，警察车来了，对了，人家说好像可以就是请小弟哈，是按这个吗？嗨，你好，F，按哪个键？不是 F 吧？好像是按哪个键就可以，就可以叫小弟吧，还是干嘛的？你怎么按？You down with the families are just a bitch, homie. Well, let's make it happen. Come on this way. 哪里是 G 吗？是吗？有跟着我吗？好像有嘞。哦，有了，我收小弟了。哎，你就是你。You give a shit about your set, bitch. 身体力量不行，身体力量会增加。来，小弟来，对，还有你。就是你。I know you ain't got no dick, but maybe you got heart, homie. You ain't juiced enough to set up like that. 别，我可以叫俊宇吗？你跟着我。Homie's over here. 跟着我。Hey, follow me, dude. Follow me, dude. 快跟我。打你。打。对，就是这样。哇，小弟就是这样来的。Get my back, dude. Get my back. This way, dude. This way, dude. 好吧，我知道怎么操控。好吧，我们走，快上我的摩托车。对，来。快上来！耶 ，Go！ 那你上车啊，我们可以三贴啊，快点，我们来三贴一下。你太胖了，你该减肥了。好，我们走吧。再去兜风。我们该开大一点的车子，就是你。You better kill me！ 前面那个胖胖呢？前面那个胖胖不见了。Exploratory sex relations should be open and counter the temptation to kill your own children。吵死了，这烂车子！我们这边找一个，就是你，敞篷车。等一下，我们再收一个小弟好了。你 ，We gonna roll, homie or what？ 身体力量，好强！好吧，我们找一台可以乘坐四人的，就是这台。你好。虽然你也是绿色衣服的，不过我要征收你的车子。没错。想不想要我陪你宝贝？好，没问题。啊你，干什么啊？干什么？我被打了，小弟快打他！打啊！他跑掉了 ，fuck you！ 好吧，下一台车就是你，八屁哦，八什么八？给我下车！快小弟上车，快上车！趁他来打我之前，然后没事。阿德南的不是要找我吗？就是你，等一下，喇叭是，就这个，爸爸。哪里干什么？干什么？你干嘛来个铲子？还在我后面给我转是不是 ？Open your eyes, CJ. Open your eyes. Open your eyes. 管你了，我要去找 OG 了。走开啦，定喽。Go. 接任务，再来两个小弟。现在应该是跟等级有关吧？如果你的就是升完等级越高，你可以征收更多的小弟。目前可以交两个，好吧，去试试看。对，就这样。对，车长，有小弟真好。还好各位观众的支持，倒是我可以收小弟，不然我今晚不再可以收小弟。这边是谁？对，就是狗妹。Get us out of here now！ 他竟然还没有翻车，为什么他们要翻车？你是撞到谁？你在干什么啦？来了，
我警察不会找我。Get him out of here！ 警察官居然不理我，哎，这帮派帮派怎么了？警察官他不理我们，干什么啦？哦，这些计程车是有病呀！去死呀你！哎，警察不理我。啊，小黄司机是吧？啊，司机是不是啊？运将啊？他掉什么东西出来？那是高尔夫球杆哦，你没事开计程车带着高尔夫球杆，人家是带着半球棒，你是带着高尔夫球杆，听懂？莫名其妙哦，甩尾，甩，啊，打你回来！嘟嘟嘟嘟们，哦哦，不要乱开枪好吗？没事，不要乱开，我喜欢开手榴。Keep up your speed！ 哎，我的车快爆掉了啦！你们没事，不要乱开枪啊！你在没事惹别人注意。真的是哈啊！啊，没有辣妹啊啊，没有胖胖，啊、没有真的啊啊，路人一堆啊啊，哦，我的空气哎，紫色帮派啊，回去，啊，不要上车了，我们这车被搞掉了，来了，到了没 ？OG 我来了 ，OG 你家有能源？哎呀，压什么卡普还站在我车上面，闲死是不是？就在我面前，你是疯了吗？你这个白痴！嗯嗯，长得好。Get us out of here！ 好了，到了，我们到了。You are a genius, one homie。下车，我先解雇你们了，你们被解雇了，我不想理你们了，我去接任务了。快打啊打啊！对，打他们两个，他们两个不重要，我不是不是我不是我，不干我的事，不干我的事，要抓到他们两个。哎，地图上会有绿。疯狗多克的什么乐谱？你在干？你在那边打工？你怎么有人在厕所？干什么？哈哈哈！我是 OG Local Me， 我要跳出那个像样，我是唱 rap。真他妈的恶心 ！Sucks， dead， 哈哈哈哈哈！问是你关你屁事！没事在那边唱歌被人家刁的吼。我肩膀是怪怪的，哎，我肩膀怎么怪怪的？我觉得我肩膀好像塌掉了。我肩膀不是应该隆起来吗？怎么塌塌的？这你到底要干嘛？我让某人帮我点你点东西，而不是让别人知道，怎么样 ？What？为什么我的模组那么奇怪？啊，有人建议我去找一些比较好看的模组，可是我都。不过去找过啊，只是找不太到，就是找到很多私人的，不然就是一些不是很想的模组。怎么了？东狗多克的乐谱？你说你会帮忙的卡尔？我是如此的热情，像个火焰，燃烧吧火焰！够了，够了，够了！你只要闭嘴，我什么都做。OK， 我还身上有刺青呢，绿色的刺青。好吧，所以我们现在干嘛？去疯狗多克的一个别墅，所以你们可以，我可以解雇你吗？你去吃屎吧！你也是，你们都去吃屎吧！你们不要跟着我。哎，太好了，他们离开我了。好吧，我要去找看看我要去哪里啊？好像有点远，看哪里？目的地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疯狗在那么远哦，有点远，在荒郊野外是不是？你每次住在荒郊野外干嘛？好吧，就是你，给我站住，给我下车，倒车哦。PCJ 六百耶，赛车呀！举起来，举起来！快点，队长，你可以的，满身肌肉的家伙，这样举不起身子来。举起来，快举起来，举起来！算了，开！死机器人车司机，开车就这样开，拉起来，拉起来，你可以的，拉起来，拉不起来，拉不起来，算了，啊干！拉不起来，哎，拉妹你好。Come back here and pick up my purse。快给我来一场吧，跟我来一场。Come on back down soon。快跟我来一场。哦，警察，警察，又警察，啊，被看到了。警察摩托车，不要在我前面，不然我就撞到你。啊啊！不理你们了，我要去接任务，我去找那个什么哥。这边好。去找那个什么疯狂迪克，疯狂多克，疯狂多克什么哥？把音乐关掉。然后我如果现在就是如果游戏的音量太大的话，我的那个喇叭的声音，就是我录音自己录制的，就是啊，
就这边的键盘上去。就是如果我的音乐太大声的话，它会把我的自己的声音给盖掉。所以我的话尽可能就是让游戏的什么电台啊，或什么背景音乐这样不要那么大声，放我的有时候自己的声音都被游戏的声音盖不掉。好了，我们绕上去好远哦，每次绕一大圈干嘛？明明就在这边而已，那么近，我们要从这边就从哪边上去？我们要走交有走交流道吗？还是走哪边？麻烦呢？怎么那么麻烦啊？麻烦死了！不是自己开的吗？我自己开辟的新道路啊！我可以走边走过路。这是哪里的？荒郊野外。哦，舞台是怎样的？舞台是爆胎吧？你们是怪怪的，真是拍比快没了，来啦！哦，那警察车蛮帅的，这是警察车吧？我看他警察车。还有这上面哦，哦，烦呢！你每次坐那么高，哎呦！没事做梦干嘛？他怎么去冲你的月跑？真的是，其实我们就回来了呵呵。到底要去哪里？到底要从哪边上去了？这边。好吧，前面要走看看。这是固板隧道吧？好吧，这里等这边。应该可以上去吗？啊，有，晚上的通路。哔哔，辣妹你好，快上我的车。我新的画面。哎，老阿妈。啊，不是老阿妈，前面的。哎，压车，再压。边，暂停一下。扒什么扒啊？看一下哈、哦。这边哦，前面这边右边，哎，是这边吗？这边直走，从这边，酷酷的，这边山路吧，山道。啊，往右转好不好？发生什么事？哦，这发生，哎，警察怎么？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哦。带着辣妹的家伙，啊！你就把人射死了。有钱，地上有钱，钱顺手牵羊，顺手牵羊。那警察在干嘛？你们在干什么？你们警察不啊？警察被搞死了吗？没有。那疯狂的计程车司机，你们都疯了。啊，那男的是怎样？你的马子被打死了，你竟然不理他，也不帮他叫个救护车。然后那警察车就这样子，然后那两辆计程车这样跑掉了。男的都是若无其事的下山的，真的是哦，可恶家伙，不理你们，理你们，接我那路啊，真的会拖得有点久。好吧，我个警察车，啊，差点翻车，啊，这也难行哎，这也是什么路啊？这感觉现在高雄的受伤，你知道吗？有些高雄受伤就像这样，踩山啊受伤这样，都是山路啊，然后雪山再去，然后那边的山路特别的好玩，可以在那边骑。啊，真到了哦。应该是这边，来走开！哦，那是什么？是棺材车吗？大门在别墅的后面，这样子，到后面就对了。我们从这边呢？确定是这边吗？为什么我们不走正路？我们要走这边？不是，可以哦。不要问我说为什么我不下车哈、哦？这边的。哇，那种地方都会有埋伏。好吧，我们先准备我们的武士刀，不死刀。上次拿到的不死刀，也是因为有观众跟我讲说，上次得把这不死刀在哪边。乐谱在疯狗多克的录音室中。小猫偷他乐谱，好吧。The medic 的疯狗乐谱的四人守卫，这是别墅的行为。东湖不要用手枪，或带他们警觉起来，潜进去，然后第一个总会看到不到你，这意味着你能悄悄的从他们身后备用气声武器。实行刺杀，好，这是我们想到，先把它蹲下来，蹲下发出的声音会少一些，蹲下发出的声音会少一点，蹲下瞄准守卫，
滑出左拳刺杀，啊！呀，行嘞。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叫鞭尸，然后我们就会骂脏话，然后这时候都不会有人过来，我们骂脏话跟骂在心里面一样。好了，那我的武士刀嘞？哎，我的武士刀，我的武士刀，我的枪都不见了 ，fuck， 好吧，这边有一个守卫正在游泳池周围巡逻，我察觉他的路线，想想怎么样才能突然发现通过。这里有很多阴影区。好了，我在那个警卫在哪里？我在那边。先把绕到号的后面去，哈哈哈哈哈！我们来，哎 ，watch it， 就，耶，枪，你的枪呢？你的枪交出来！我记得你有拿枪啊，枪给我交出来 ，bitch！ 好吧，这边的，我看，什么都没有 ，safe， 一个守卫来了，然后呢？找到合适的藏身处，不要让他发现。找个黑暗地方，哦，意味着是这边嘛。如果你的图标从白色变成了蓝色，证明你正在待在阴影中，不会被哦 ，soga， 我不会被发现，这么好。哦 ，soga， 哦，躲起来，躲起来，你看不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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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站在这边，我像个变，就像蝙蝠侠一样，呵呵，有没有超帅的？哇，有没有像魔鬼终结者？人呢？人在哪里？他人呢？他不是应该在我面前吗？他不见了。让我看一下地图。我在这边，好吧。我们像刀锋战士，我们是吸血鬼，找刀锋战士。哦，还蛮像的，刀锋战士。啊，那家伙在哪里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他不是应该在……哦。Make it easy on yourself and run away. Make it easy on yourself. 哎，枪交出来！哎，你还没死啊？快，枪交出来！枪呢？你的枪怎么不见了 ？Come on, bitch! Bitch! 啊，我中弹了。我中枪了，我要快挂了。这可以游泳吗？哎，游泳。这我们可以躲在水里面吗？跳，跳。哦，可以潜水。好吧，不潜水哦，没事，咱们潜水。好了，不理你了。现在我干嘛？捡龙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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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色情图片呢？怎么会有色情图片在这边？奇怪，这里呢？这里是哪里？这是健身房。Hello， nobody， 怎么没有人？那么大健身器材都没有人了。可以玩这台吗？你好像有点忙，为什么一步以后再来呢？我会忙吗？我不觉得我会忙啊。我可以练一下拳头。啊 ？F， 跳跳跳跳，上勾拳，上勾拳，快轮转位移，快点，轮转位移。哎，那边有哑铃呢，来举哑铃。你好像有点忙，为什么不以后再来呢？好吧，以后再来，好吧。这边应该是以后可以来这边健身吧，应该是吧？好吧，我们继续前行。如果你直接走过去，会只会发现你试着蹲着走过吧台。真的在运这狗杂碎 ！The Flag 的这个公司怎么可以这样 ？Tanner， 你这白痴！如果你能得到一个消音手枪，那么开枪就可以不被人发现。好像说的很简单一样，重点是消音手枪在哪里呀？哪边有消音手枪？不要跟我说这边没有啊！好吧，所以我现在我要穿过这个吧台，静悄悄的。嗨，你好，静悄悄。静悄悄，应该看不到我，算了，不理你。看见他吗？哎，这样也可以哦。怎么拉那么远？你是怎么杀的？这么厉害？啊，这没有枪哦，是什么东西？刚才显示什么东西？哎，可以玩机器吗？你要下地吗？不，以后不以后再来呢？好吧，以后再来。再来是这边 ，Hello， 老巴蒂，这里呢？潜行中，哎，防弹衣耶，这里是黑奥，躲起来了，游戏，防弹衣耶，防弹衣，这边是什么？这是钱还是什么？卡带，就是你，行嘞，啊，重点是小鹰手枪在哪里？
小兵手枪在哪里？你要在哪里？哪里有小兵手枪？什么都没有，这什么东西？这应该就是乐谱。离开别墅吧，什么东东？乐谱要有 OG， 然后就可以使用武器，就可以安全。现在使用武器可以，而且使用潜龙技能什么？哥没看到。前面使用是消音手枪，如果你拿到一支消音手枪的话，该枪就可以不被别人发现了。哇，重点是我想拿到消音手枪，重点是消音手枪在哪里啊？我可以拿吉他吗？拿一个鼓或什么东西都可以啊。你什么都没有，我需要一把消音手枪，跪求一把消音手枪。这边有人吗？这边有人吗？哦，有人。嘿嘿嘿 ，You were in the way。快点，小鹰手枪交出来！啊哈，小鹰手枪，这是你的，啊、不能拿，对不？哦，有了，小鹰手枪，只有五发而已哦，五发是要打稿。嗯，我要从哪里去？这里可以吗 ？Hello，Anybody？ 哦，小鹰手枪，很多小鹰手枪，保险柜可以打开吗？不来，没屁用的小。完全没屁用，得是哪里？我这从这边走是正确的吗？哦，这里好像更大嘞。噔噔噔噔噔，大摇大摆的走出去。噔噔噔噔噔 ，Hello， 都没人，是这样，死城。噔噔噔噔噔，那也都没人啊。领导想弄二楼嘞，嗯，刚刚都没了呢，好吧，跳下去。哦哦哦哦，没人，这边是厨房，这边是客厅吧？谁又走错地方了？好吧，走回去。跳，在你家跳，你们家都没发现有人在你们家跳，跳来跳去的，你们那是一堆猪头。一堆猪头守卫，猪头宝宝，人家雇主请花了那么多钱请你们来雇把他雇家，你们竟然没有发现一个家伙，真是好啊！色情图片，哦耶耶耶，下流，肮脏。好吧，都没人，真的都没人，怎么都没人？哦，地上啊，地上有留下留下痕迹了，哎，痕迹不见了。有人吗？哦吼！你要射准一点。然后这个家伙，翻滚，翻滚！你都没看到有人把你头发干掉了，你竟然还在这边调酒，看我一枪打爆你的头！啊！翻滚！我要枪，枪枪，好多枪，一推枪，跳。外面应该还有个人。哦，他走过来了，得准备好。嗯，人呢？哇、哦，他转过去了。跳跳跳！哦，白痴！哦，你中枪之后第一个反应是先跑过来一段距离，然后再过来开枪，像笨蛋一样。那边有个家伙，应该就剩你一个，这个整间人都死掉了，剩你一个人了，你死定了，我都要暗处袭击你。没错，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啊！你要走过来了没？好，他不会走过来的样子，好吧？那我要准备来干爆你了。嗯，我要慢慢玩死你。看一下，蹲下来，我用喷漆玩死你。用喷漆喷死人，我用喷漆喷死一个拿枪的人，你真是笨蛋，太笨了你，欠打 ，you bitch， 笨蛋保镖，真的是好，啊，成功，闪人，莫名其妙的任务，现在时间是3:50。你需要把乐谱交给 OG， 他在汉堡市里面，好吧？哎、欸，什么脚踏车？免费的脚踏车，这脚踏车好像比较高级。看一下，嗯，跳，跳，啊，跳，哦哦哦，哦，健康步道一样。
谁为？啊，各位。翻跟斗。哎，脚踏车不要跑。Yes. The mountain bike. Mountain. 这是登山脚踏车吧。好吧，看一下地图啊。那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回去那边吧，那边好像很远。看一下哦，这边。好吧，我们要回去那边。Yes, go! Go, go, go! 我拉太高了，差点就要跳。跳。跳。不用踩，不用踩就可以前进了。跳。我们骑快一点。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冲啊冲啊。用脚踏车撞摩托车。啊，没撞到。他居然停，突然停下来了。移动好手。跑车。哇，紧急刹车。我需要你的跑车，我们两台长得一模一样。那我要红色的。就是你戴着太阳眼镜的家伙，先踩你一脚再说。下车，旁边的家伙，你不用跑了，我会带你去。哦，警察。拿车队别那么干。哎，没事。You are the shadow of the two. Shut up. 我讲 shut up. 关掉。四个梗嘞，四个排烟管嘞，走水的。不过是跑车，行，到了。你好，下车。好吧，你的 CD 我带来的。拿去吧，你要的乐谱，我拿到你想要的。你真是太好了，兄弟！你们站得比我还高，你站那么高嘛？我那个位置怪怪的，为什么站在车子上面？你为什么要站在人家车子上面啊？是啊。好，现在什么任务？那我们看看地图，怎么还是用 OG 而已哦？好吧，我们这次应该目前只能接他的任务而已。在任务之外，也可以用到秘密行动，你可以偷偷在别人后面，然后实行秘密杀人，或用秘密行动来逃避警察和敌对的帮派重围。好，了解。按 table 接电话。table。Hello， 我是莫西。别再用你那犹太人的破声音调整。当普通人想要得到我的话，我只有能把你这个人渣。我真想躲避我。不 ，no sir， 我只是比较忙而已。你这么也忙活，也帮我们办事，懂吗？完全懂。所以你要我干嘛？明白就好。打给购物中心的甜甜圈店，我有话跟他们说。Wind Top， 甜甜圈店在哪里啊？到底是怎么打电话过去啊？谁知道怎么打？破产？什么东西破产？为什么叫破产？好吧，我看那个破产在哪边？在哪里？破产。非卖停，还有房子不能卖的，奇怪了。看一下破产在哪里？哪里有破产？啊，哦，这里有。为什么那个叫破产？这是翻译的关系吗？每次叫翻译叫人家破产。大家看一下，10000块好贵啊！好吧，我们先去存个档，顺便回个钱，然后就可以准备接下个任务，不是准备要走台了。好吧，随便，我们先签一台车子。哎，你金发辣妹。Hey, forgive me, I don't know no better. 哎，没，Everybody, way， 你居然跑掉了，又开始跑掉了。你要去哪里？我带你一程。啊，送你去天国。好了，我们先去存档好了。我们去看看那个什么破产，这是在干嘛的？我们先回家存档很远。有没有其他别的方法可以赚钱？这游戏的钱很难赚。然后之前是有人提供给我一堆就是秘籍啊，可是我是不想要去签那个秘籍，毕竟我还是游戏还是有点难度的话，会比较有点就是成就感跟那个好玩度。所以尽量的话，只是目前是先不会签秘籍的，不然的话就会减少了一点游戏的乐趣啊。虽然说这游戏的钱好像真的有点难赚嘞，人家每次解完任务，他只给你一些声望而已，声望是有屁用的，声望还不是没有钱，还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什么都不怕，就怕没有钱而已。哎，你好，看什么？哎，翻滚，老阿妈翻滚的老阿妈，你们连翻滚都不翻滚，老阿妈都比你厉害。老阿妈都会翻滚，你们这样不会翻滚？来，嘿嘘！啊，撞屁友！哎，大哥，你撞我的车上面干什么？叫叫叫叫叫叫！
叫你妈妈在哪里？嗯，快到了样子。前面右转，前面右转，前面右转，然后下地道，对啊，下桥之后就会进到我们熟悉的街道，就是这里。那我们就转车了，反正这台车不是我的，前面他转。哎，这转不坏哦。哎，卡住了啦，烂车。那，你破车？哦，干什么？破车同学，哎，我的日本刀不见了。哎，我的车子，刚签的新车马上就爆胎。等一下，啊，好难开哦。啊，我是得罪了谁一样？不过签了别的车也就这样。啊，等一下，好像我的日本刀不见了，我怎么变成把那小刀啊？我的大刀哎，我没听到。哎，你好。洗呢，偷偷暗杀你啊 bitch That's all you got 十块钱，看屁哦，看屁哦。哎，你是同伙是不是？你的好伙伴。You got scratch。 哎，没有啊，他拿枪，他就拿枪 bitch 就拿枪又带刀哦，真的是哦，竟然不带钱在身上。好，来看一下现在时间是5:56，3:56，好了，我先存档再接个任务，要准备收台了。这样我的进度的话，这款游戏我就只能就是说，一次录制都只能录2-3个游戏而已。哎，我进入肌肉减少了 ，no， 我该去健身一下了，我肌肉变少了。就是说我只能就是一次只能录个2-3个任务，然后就要准备收台，因为时间上的关系。闭嘴。好吧，那我看一下地图，我们先稍微去健身一下好了，在前面的看一下哦，对，前面直走，左手。然后这一带的话应该比较旧一点，所以它还没有就是什么的 GPS 之类的东西哦。之前我就是我，因为我这边是有四代，那5代的话，因为我电脑没有办法玩，所以我才没有先买。那就是四代的话，它就是比较先进，它的手机都是智慧型的，然后加上又会有那个 GPS 导，就是会有路地图上面都会有黄色的字啊，不是黄色，就是有路线让你，那你去跟着那个路线走，应该会可以走比较快。然后的话，然后这一代就比较旧，所以就没有啊。那因为四代的话，我也是没办法录制啊，因为我电脑跑不动，不是跑不动，就是可以跑得动，不过没有办法做录制啊。因为录制的话，你电脑又要另外需要更高级一点的配备啊。好啦，那不是重点啦，反正到时候换电脑之后，哎，机会真的回来了，我还举几下而已。反正到时候就是换电脑之后，就会再找那些游戏来回来玩了。啊，至于现在的话，虽然说很多游戏出来了哈，不过我的电脑就是没有办法录制啊，主要是配备需求啊，因为现在要求都是 Win 7或是 Vista 以上的版本才可以玩游戏，然后我现在还在用，哎，最大了，好吧，可以翻下来了。啊，满身大汗，游戏哦，你肌肉最壮的，我们感觉手臂还是有点细。嗯，啊，随便啦，反正我们现在最壮的，我们现在可以一拳打死人，呵呵，一拳把人打飞。反正就是我现在电脑目前是，哎，还是要 XP， 而且是 SP 3，就是 Windows SP 啊，所以有些游戏有的话还是没有办法做录制，就是配备不到，基本配备不够，加上显卡跟 CPU 都已经是二年前的东西了，所以现在还可以做录制，已经算是很神奇的事情了。啊，这些那个在看那个破厂是干嘛的？是要我们去接什么破厂？警察车？没赚到他，不想赚他，不想惹事情。我们只能欺善怕恶，我们只能赚路人。牛头转下去，车子转下去。别，干嘛？我转了一下，你要报仇是不是啊？哎，大哥，这辆碰碰车啊！啊，下车啊 ，PK 了，下车啊！哎，他打我呢啊！不想活了哈、啊，不想活了，不要跑。哪里？我的手机响了，我的灵魂石出现了，哎、欸，他死了。What is up with that smell？ 把你喷漆，把你染成绿色的，不理你了。
去，好吧，既然那辆车已经卡在那边，那我就开你的车吧。不不不，听什么烂音乐？好，是江龙哥啊，不理你们了。看灯地图在哪里？你看一下哦。嗯，前面右转，再左转，然后再右转，好像很复杂。前面右转，然后再左转。不要滑，不要滑，烂车，不要滑。右转再左转，然后再右转。我看到了，那个是什么？什么东西？当当当，这边吧，甜甜圈，就是这里啊，我带个甜甜圈呢。哇，这个要找不到的话有点难呢。嗯，哪里？发现情侣，你牵什么手啊？给我放开那女孩。喷你漆啊，小白脸啊，啊，小白脸啊，你就跑跑什么跑？警察？哦，恭喜恭喜恭喜！我接任务，接任务应该都是无敌。嘿嘿，燃烧的欲望，燃烧的欲望，卡尔这边。Oh shit！ 来这里，孩子，该死！这警察我一定是上辈子欠他很多东西的嘛，他去找我查，那时候。挪过去，让他坐下来，蠢驴，在骂你啊，蠢驴。好吧，你要我干嘛？你终于有时间来这里了啊！我一直都很忙，这几天我都在参加母亲的上演活戏。听上去他妈的真相是怎么回事？因为普拉斯基警官说你想造反卡尔，谁跟你说我要造反的？你给我搞清楚，你是我们的人，你必须听从我们。干嘛？我不是条子，我们要你去死，你都不准吭一声。你是怎样霸道？必须给我明显。You better head。所以你要干嘛？这时候去干活的 CJF 在你想不想得到自由？有一个人在城市室外游走，你有地址吗？那个红球红派班贩卖毒品谋杀警察的混蛋，就像你一样。我们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我们，所以你要我干掉他是不是？好啦，你们，我现在要他从我面前消失，永远，懂吗？好啊，你们黑，你们这些警察那么黑心啊，看人家不爽就要叫别人去干掉他，那是好。弄脏我的双手，所以我要开这台车吗？外面传了一些燃烧弹，在路上进行小案子帮取出来。好吧，我开你车子喽。哇，免费的警察车耶，好棒哦！呵呵呵，哦，有摩托车，有警察车哦。哦，开警察车好了，开警察车会比较安全一点。好吧，我们先去拿燃烧弹。嗯，警察车来了，我可以按喇叭吗？不能。警察办案的，走开，闪开。警察车撞警察，还会被通缉哦。走开，走让开。警察车来了，你看人家人形兵器的坦克车来了，他们都自己让开，我们都不会让。啊，关掉，好吵。前面他会压过我的录音，录制是那个声音。好吧，我们去拿招弹，在那个绿色那边。哎，你好，警察，你还举手哎？举手是有屁用哦，车子是要撞你，你说双手举高高干嘛？双手举高高是有屁用，是。嗯，开警车上不去啊，算了，你都可以开上去的，再走别条路。警察车，耐撞的警察车，不要小看警察车，警察车要跑起来真的很快的，你要跑都跑不掉，不管是怎么追那些家伙，哎呦这边，啊哈上车，拿不到，我想太多了。你在玩马里奥赛车？哪有燃烧弹？去黑帮老窝并烧了他，没问题。烧了他，哪边？这边哦。我看到了。Let's go， 扔住可以按住左键，可以扔更远距离。小心，如果扔远一点，自己会被烧到。那我就被烧死吗？我会注意的。好，引火棍。我们不像那个地铁街头一样，可以用掉自己去救自己。好吧。一枪，直接碾过去就死了，好吧。顺便捡钱，十块钱我也省。看怎么看，没看过警察车是不是啊？帮派分子是不是？撞死你们！这倒车啊！没有死，居然还若无其事的。我的防弹衣，大哥，防弹衣很贵的啊，防弹衣很贵的啊，真的是哈，还好我被通缉了。啊、你的同伙被他们打死，你还在车上那么悠哉，那边抽着烟吹冷气啊？你们真的是同一个帮派的吗？真是纳闷，这就是帮派啊，这就是兄弟。
好了，前面左转，这边吗？这边。杀完了房子，把他杀丢进五楼，丢进五楼下的窗户，就相当于他就会少血，好吧？没问题，可以用武器砸破窗户，或者用燃烧弹炸开窗户。哎，我怎么有散弹枪？怎么说散弹枪的？啊，随便了。丢 ，fire， 真准，再来几个就可以了。干！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啦！我没事解弹，问你们在打什么打啦？找死！你不要脸在那边就没事，哎，这转不过。fuck， 那就这样。哎，这样。好彻底！你在我面前你就找死！来来来来来，开门开门！啊 ，fuck you！ Oh no！ 干！fuck！ 血怎么那么少？啊！啊，武器全部放光，武器全部放光光的了。fuck， 太大意了。哦哦 ，fuck you，fuck you， 莫名其妙的，该死，就是你，你的车，给我下车，你也给我下车，走开。Yeah，fuck， 我觉得这个游戏这个。应该会把我的声音盖过去就好。哎呦，哇，飞车啊！好帅哦，配这个音乐刚刚好，走开了。咦，把关掉好了，不然他那个音乐就会把我的录制的声音给。Are you allowed to drive if you're black？ 不，啊，翻车翻车，再翻回来。No， 翻，哎，对，又翻回来了。等人在里面都不会有事哎。这个是挺好的，好吧？车来了，车来了，海威。You hit me, huh? You hit me, huh? 咋了？跳车。啊！刚刚压到警察，哎，没有死哎。Come on, come on！ 哎，大跑步侠的意思吗？算了。Pardon me. Pardon me. Ah, you so kind. 哦、oh, now it's like that. 哦 no， 燃烧的一管跳过啦，知道怎么解了啦，走开啦，打个定义啦。就是免费的警察证可以用了，耶、yeah ！真好，好啊，等一下我学乖了，我应该先把旁边的人先打死，然后再去丢了他。不然不要先这样子，然后你先被打死。明明就有红弹衣呢，红弹衣就没用。前面有路人看下去啊，不值得一针，而且好像有钱，应该是有钱。哎，那是三十块吗？咋打 call 呢？哦 ，You don't need this no more. You need the more. 你不需要这些钱了，你不需要它了，可能啊。Cabrón， 到了。听到了，你在比手势，谁要跟你打招呼啊 ？Hello， 哎、你好 ，Hello， 屁哦 ，Hello， 再来一次，来，走啦，你打招呼，电线宝宝是不是啊？说你好，电线宝宝，说你好，我你妈，接任务了，来了，帅。在另一边，前面开下去应该就有没有啊？啊哈！既然把这个就坐在这边而已，你在那边还在那个道具还没转啊，转的，这样辣椒，呵呵，你来吧，炸弹去黑半岛了，散弹枪哎，所以散弹枪应该是在这个车上里面的吧？不然原本我没有散弹枪啊。好了，倒车上楼梯，呵呵呵，嗯。钱在哇！等一下，好多钱，好多钱！哇、啊，发财了，发财了！呵呵你是带那么多钱在身上干嘛？你一定搞过很多家伙，不应该是说被很多人搞过，干什么了？走开了！是捡东西？哎，什么声音？那个救护车把人家搞过去了！救护车，哎，有星星耶！星星吃，耶，星星没了。来。
去找那些王八蛋去杀我们家。The Turin to buy some new other 什么东西？什么两个轮胎？哦，这是什么特技之类的吧？可以获得什么成就之类的？啊，随便的，先不管他了。我先撞死那王八蛋，你在哪里啊？啊，还想打我啊？啊，再开枪打我啊？啊，你在撞我啊？啊，还头巾是不是？你是黄金党啊？黄金帮派啊，你三国时期赢过了齁，你在还头巾。吃吃再吃丢冰燃烧吧宝贝，燃烧下一个房间。丢还没丢掉，丢还没丢掉，丢啊，太近了太近了。有没有啊啊啊呢啊呢，上车。你不到我，你收不到我，你收不到我，不理你。燃烧下一个环节没问题，下一个环节在哪里？在后面呢。好吧，所以这边应该只有剩你跟我妈了吧？我撞死你啊！哎，撞不上去哦，撞不上去。下车给我过来，回头你就过来，回头你就过来，我车碾死你，妈的！然后继续打，你在这边。就是另一个人吧，你们都长得一模一样。好吧，我拿枪出来了，拿出我的枪，瞄准那个王八蛋，会有这样吗？不能。你在哪里？人不见了，算了。丢，哦，丢错地方了。丢，没丢到。丢，哎，到了。这样子就能烧起来，下一个丢丢，有点难瞄准哎，丢没有丢，到底是有没有？哦哦哦哦哦 no 哦 no 哦，等一下，车子烧起来了，我要跑，我要跑跑跑啊！差一点差一点，我、oh, fuck you fuck you fuck you， 哦、oh, fuck， 枪弹。枪战游戏，你们射不到我，我射得到你。你们就像白痴一样。丢丢丢丢 ！Yes， 我快挂了，我得快一点，不然等下就死掉了。我们行吗？都不能问你是补血之类的东西吗？我不要烧自己。是有没有啦？啊，有了有了，下一个下一个。先准备枪，把两边来洗洗。我、哦、差一点，差一点，快，我快完成了，快点！耶、yeah, ，成功，干得好，房子马上就被烧毁了，哟西！哦，现在呢？现在时间是4:13，好，解完这任务准备收台了。你在干嘛？哦，有人着火出来了！你把一个女孩困在蓝色的建筑里，你必须救她，为什么还救她？为什么还救她？哇，我来了，美女，女孩，我来了！哎，有个家伙被烧死了，快，我放火烧你家，然后你还要救你哦，真的是莫名其妙，你在哪里啦？哦，哦，我会不会被熏死啊？对对，没有灭火器这些东西，浓烟弥漫的。Hello，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不是这里，走错路，这里，这里吗？那个黄色光圈，哥。推门，哎，我要出来了，呵呵哦哦，我又回来了，你在哪里？他应该，哎，这是在二楼的意思吧？好吧，这边有楼梯吗？楼梯在哪里？灭火器，可惜，重点是，什么烟雾弥漫的，走开了，灭火器，灭火器是无限的吧？啊、哦，好像越灭越大，到底是有没有灭到？有没有灭到了？啊，有了有了，这是外面啊，我要往上走。女孩，不要死，不要死，你在哪里啊？这里吗？啊，二楼。哦哦，好熏哦！正常人在这种情况，早要被熏死了吧？主角这样还若无其事的走上来，这里吗 ？Stay back. Stay back.Put it out! Put it out! Yes! 来了 Oh God, I'm so scared! I'm so scared! 快点，就亲我一下，快点，
我救了你，你要亲我。是怎么回事？这房子要倒了，我们必须离开这里，赶快。没问题，然后呢？哦，这铃铛。这音响好像很贵。这里吗？灭火。多一点时间，不要惊慌。Yes， 掉了。好，然后呢？往这边走。啊，女人呢？哦，在后面。快点，我可以在这边打一场吗？我叫了你，你要怎么报答我？哎，都打掉了。没有那么多火，快点！我知道，你不要催我。吹三小了哈，在吹屁哦。这里是哪里？烟雾弥漫的啊、哦，这里。扣扣的。哦，不用不用，直接走出去就可以了。耶、yeah, ，成功！我先走，你在后面，你慢慢推门走出去。你把那女孩拉到后面了，回去找啊，还是回去找？好，在哪里的？是北西哦，人呢？是不会绕过来哦，你是白痴吗？哦，很多烟呢，人在哪里？人呢？哦，在这边。走走走走走，你挡在我路了啦！哦，北西哦，回啦，到啦，定碟哦，头前在冲啊回啊，人呢啦？是白痴哦，笨女人，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那他走过火堆，竟然没有事情，啊，这应该有了吧？人呢？哎，人呢？哦，出来了。Hey man, I owe you my life. Hey man, 我欠你一条命。哇，快亲我 ！Yeah， 我现在就亲我了。你不知道谁放的火是不是？ I was nearly dead. 我差点要死了，真危险。You look pretty shook up. 你看起来受了不少惊吓。我要送你，要我送你回家吗？好，没问题。Thanks. 他穿球衣，他穿88号，我穿69号，我们是一队的，对不对？好吧。我可以载你回家。嗯，看看有没有车子，就是这一台。这里是我怎么知道你家在哪里？拉妹到手，假设这招可以学起来，以后就去别人家放火，然后再救他，然后他就会救你一命，他就会跟你一起。你在巴嘎斯地方是什么？我想在生活中生活。你是 DJ right？ 你是 DJ 对吗？你怎么知道我 ？Everybody in the ground knows you are a brother。每个住在葛洛夫的人都知道你和你的兄弟。但我本来想逃走，我从不逃走，好吧？我只想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来了。噔到啦！This is my place. 这就是我家，这里甩尾。哎，这里好面熟。还不熟呢。你叫什么名字？丹尼斯。丹尼斯·罗宾逊。回头给我电话，我们可以一起出去。没问题。好，没到手了。哈哈哈。那就到手了。哇塞。Okay, I'll catch you later. 回头见 ，DJ。一早学起来，以后就去别人家放火，然后就救他，然后他就被女朋友，这样也增加3万吗？好像应该没有。该怎么干呢、啊？人家突然出下次项目，哎，有个爱心耶！当女友现在是你的女友了，让她既然保持快乐，她就会爱上你。按到约会的话，真的相当就可以了。哦，是哦。什么声音？有直升机的声音。哎，直升机呢？为什么有直升机？按 table 接电话。为什么有直升机在那边？怎么样了，谁？没有麻烦的，我和其他帮派的成员和古罗夫有关系的人暗中联系了。Who？ 刚才讲他们在什么峡谷公园里面联系，他们正在搬什么 ？Shit, man! How we gonna get to him? Copy the national return, CJ. You fuck up Glen Park. 去峡谷公园捣乱，那半夜的蠢货一定会尽量是去的逃。Okay, I'm gonna come pick you up. Okay, hell no. Come pick you up. This is your gig, CJ. You need some strike. Get over to Ammunition and get a heater. 钱，我要钱。Oh, thanks. 来了，钱，等到钱。所以我现在可以站在这边就可以跟他约会吗？哎，他人呢？人呢？没有人呢？还是我要开车子？开门，然后按喇叭。人呢？没有人呢？快，我跟你约会了，来了。你女友现在不在家，换个时间再来吧，好吧？哎呦，还要挑时间的。哎，这边好像有存档点。哎，这边不在我家附近吗？哦，我女朋友家跟我住那么近的。啊是。啊，为什么？我说怎么这边怎么有点面熟？原来这边就是我家附近呢。哦，什么？好了，那我看一下现在的任务，现在叫什么东西？现在有破产，就是刚刚那个嘛。就是那个警察王八蛋，然后还有 Sweater 跟 OG 还在哦。好吧， Sweater 在哪里？那 Sweater 怎么在这边？我记得 Sweater 之前是在别的地方。
好了，随便呢，我先存档再说了。所以这是的游戏录制啊，准备这边结束了。那这边的话就跟大家的，现在我身上只有2496块，好少。看一下，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多哈、哦。好吧，先存档。现在时间现在是4:20，好了，那这是游戏录制啊，准备这边收台了，那就是观赏了。如果各位喜欢的影片的话，就可以按左下角订阅喜欢。那我就要在这边收台喽，那就是给各位的观赏。那你手给我举起来，砰！哈哈哈，散弹枪。自己的币子，我去。跑跑屁哦！不要远那么远，打不到你。砰！我中了中了。砰！没中。还剩2发，这场红包弹。就是你。砰！嗯，没中。我完全比你快。嘿嘿，砰！哎，没死，砰！打脚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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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我这次游戏录制这边就那个谢谢观赏啦，拜拜。那下一款游戏录制的话，就会轮到那个《生化奇兵》。虽然我觉得《生化奇兵》有点难玩的话，因为它是比较属于第一人称的射击游戏，而且是半恐怖游戏啊，就是不算半恐怖游戏啊，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就是像当初想象的说那么的，也不是说不好玩了，也是没那么好玩的感觉，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自由了。好了，那我这次游戏录制先那边先结束喽，那就是观赏啦，我这次讲话讲了好多次了，啊，就先这样啦，拜拜。